智能头部呢，应该已经流行了至少三年了。其实我打一个比方，大家有没有忘记？在三年之前，三到五年前推出过，国内国外都推出过大数据基金。最近现在都怎么样了呢？基本上都关了，或者就维持了那么一个指数在波动。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全球的资产管理行业的一个探索的一个产品。但是我们知道啊，任何一个技术，任何一个金融技术也好，或者 IT 技术也好，它是必须要适应它所面临的那个问题，它要解决一个问题。而金融市场是个什么东西呢？金融市场我们管它叫开放的复杂的巨大的系统，叫开放复杂巨系统。那这个系统它是有一个特征的啊，这个系统特征是开放，就是意味着它会总是会变化，而且它不具备时间繁衍性，就是你倒着推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在历史上，假设你的策略在运行，你可以表现得非常非常好，然后它就会给你一个特别漂亮的净值曲线，甚至都不回撤。但是你在未来你投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为什么你一买就不是这回事儿了呢？是因为未来不是过去，未来的环境变了，我们的系统是个开放的系统。我觉得应该把人工智能从对人的服务和对投资的帮助两个都分开。投顾，智能投顾是什么？我在这里又说句得罪人的话啊，就是只要你用了智能投顾，就代表那个公司认为你不配一个真人去服务你，你不够值钱，这就叫智能投顾。而中国的人工智能在服务方面一定要比别人强，但它强的只是它服务的应用和效率。但我们反过来说另一端，叫投资能力，它是否真的比人强呢？重复性的东西一定比人强，数据挖掘一定比人强，归纳总结一定比人强，但是探索发现，对不确定性的判断，对未来世界人怎么活，这样资产管理者的基础问题，他是无法回答的。所以我觉得人工智能要管，是因为咱们这儿人多，什么东西都容易做歪了，还能做很大，所以管是要管的。我们真正做资管的人要用的时候也是要用的，不过要把它分开来看，所以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更理性的一种态度。这次资管新规其实专门针对这个智能投顾设置了比较严格和谨慎的一些限制，确实反映出了这个监管是比较能够适应这种金融的创新的，他把一些关键的点都已经点到了那么像最早的智能投顾实际上是叫一键跟投，相当于他是一个带头大哥，然后他就说我给你配置了五种资产，然后我会提示你买卖的信号，然后如果你信任我，你就点一下那个跟买，然后呢或者跟卖，包括银行的 APP 其实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服务于尾部客户，资产量比较小的这种客户，就是这样的服务成本很低，但是这样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策略，好的策略可能3到6个月之后就失效，不好的策略可能1个月就失效。但是我们从原理上来讲，如果某一个技术，就是它只是机器的算法帮你决定的策略，然后他来负责您的投资，你一定要谨慎谨慎加谨慎。这样的策略只能服务于那个价值最低的客户，就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如果这东西特别好用，那为什么不服务于价值最高的一些客户呢？一定是因为它只是成本上让你看上去比较 fancy 啊，吸引眼球啊，那效果呢可能有好的也有不好的那么未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是需要人和算法、人和机器去合作的才能解决这个开放复杂巨系统的问题。其实我相信这是下一代技术能够解决的，就是人和机器来合作。人的一个优势，它在进化了这么几百万年，它积累一个优势就是非常快速的能发现一个新的模式，
开放复杂巨系统这种每天的模式可能都在发生变化的，是非常非常有效的啊。所以这两个如果能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相信能够解决更多更多的那个投资里面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可能要动态的去看这个事情。